大家好，我是魔术师。刚刚表演的硬币穿越透明杯，很多网友看了都是非常的神奇，想要学会这个有没有可能？是完全可以学会，花一毛钱学会这个魔术，看值不值？准备好一个火机，这个是每硬币一块钱的，放到火机的最上面。再拿一张这个魔术的胶纸，把它往下压都可以了，能把这个硬币吸住，没放稳，再来一次了。啊，这个火机容易倒。稍微用一点点的力压下去，对吧？压好之后，它就硬币其实是在纸里面吸住了。你再找个橡皮筋给绑一下，好，绑紧了。绑紧了之后，这里面看似没有硬币。给观众看的时候，底部不要给他看到，看到这位置就行了。你跟他说这个硬币是在外面，我只需要用这个食指按一下，能从外面穿越到里面去，看是有没有可能了。按一下，啊，弹进去了。这个魔术非常的简单，你们学会了吗？记得关注我，每天教你学更多的新魔术，再见。